凹一下就进去了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真的是。哎，大波浪，今天没有约帅哥吗？你一天天老是跟在我旁边，我能约吗？啊？那我走。不要走嘛，真的是，跑起来。No, God, please, no！ 哎，大波浪，你今天戴的手镯好像跟平时的不一样哦。不一样吧？你知道这是啥不？是黑曜石吗？黑曜石，说你见识少嘛，你又不承认啊？这墨翠懂不懂啊？透射光下直接亮瞎你24K绿合金眼，来。把那个灯拿过来，取下来给你看一下吧。什么才是王者？我告诉你，来，直接是满绿。我告诉你，打灯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墨翠的内涵所在。基本上你像墨翠的话，大部分的话，你像做这种吊坠呀，还有做那种界面的会比较多。能把墨翠做成手镯的也是比较少见的，知道吗？墨翠可以说它是翡翠当中的贵族，但是像这种高品质的墨翠手镯的话，它就是贵族中的贵族，就比较适合低调有内涵有韵味的姐姐来佩戴，懂了吧？贴贴的，这个男生可以戴吗？必须的呀，看一下你手，来取下来给你戴。你别骨头那么硬，你放松行不行？你那么紧张干嘛？真的是放松，凹一下就进去了，放松，不要紧张。看到没有，听我讲的，凹一声就进去了。你还别说，真的就是很 A 很酷的感觉。我觉得如果说你再搭配一个那种黑色的那种风衣，我觉得就会更 A 一点，更酷一点。嗯，看到没有，是，就你这眼光估计又像9.9块的黑曜石吧，是不是？合适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干啥玩意儿你？过来！拜拜。